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2019年的1月30号，星期三。我重新再教导各位一次啊，赌博不管赢大钱赢小钱，就是要赢钱，千万不要输钱。各位，我重新的方法全车四中一，我几乎每天都中奖，但是我是1:0.8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于是1:0，1:1啦，啊，要输两次就是一次的本钱，两次，但是我几乎我最多就输个一次两次，然后我就第三次都赢回来的了，啊，所以各位都是赚钱，赚的不多，但是我们永远保持领先，把运动的精神，运动就是你赢一分，啊，你赢两分，你就是赢钱。啊，你在赌博，在足球踢那个赌那个运彩，运动彩券，全世界，你只要有赢，你就是赢钱嘛。我们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只要有539有赢一次，我就是有赢钱，第二组牌就是赢大钱，对不对？我处理的事情都是跟各位报告都是对的。新会员赶快加入2000块钱，啊，我们现在在预收，如果你没有传来2月份那个会员，那我们就没有在船上给你了。礼拜五前要讲2000块新的会费，因为礼拜五是2月1号。